那像刚刚真如老师这一段开始里面讲到的细者菩萨，这35位初夜行者，他们只拜一轮哦，35佛，他们就所有罪障堕罪都得到清净，而且证得圣位，变成初地菩萨哈。那这很显然，好，就是我们上一次上课讲到那个宪法受的概念，就他们真的是造了业之后呢，啊，这一生就感果，啊，这一生就感得那个恶业尽除的果，这样。而且不但恶业尽除呢，而且马上就快速的积聚了他们的善业资粮，哈，快速的就登上了这个初地，哈。那这里边呢，就牵扯到几个很重要的概念了。那我下面这个一个一个的讲，哈。比如说，我们上一次上课有讲过那个宪法受的概念，就是你造的业，好，这一生就感果。那实际上，这代表是一种很重的业哈。那为什么代表一种很重的业呢？这个地方也稍微说一下哈。那因为平常我们呢，业感果其实是有顺序的，好，业感果其实是有顺序的。那这个在《普利道次第广论》的139页的倒数第六行，它有讲一个业感果的顺序，好，业感果的顺序。好，那我们看倒数第四行好了，那因为它那个偈颂的字比较少，我直接从偈颂解释，大家可以比较快的把握到要点哈。那139页倒数第四行，诸业于生死，随众尽串习，随先作其中及前前成熟。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在讲那我们生命当中那个业感果的顺序哈，比如说。我们现在从无限生命里边，从以前无穷久远以前，一直到现在，我们累积了很多业。那这些业哪些业先感果呢？下一生什么业先感果呢？先感果的第一个原则叫做重，好，哪一个业最重，它会先感果。好，然后呢，如果两个业都一样重，比如说如果说我们在想哦，那下一生什么先感果？那如果同时有两个业都一样很重。哦，都一样重，那这时候呢，哪一个业比较靠近这一生死前而造的话呢？那个业下一生先感果。所以再说一次啊，下一生什么业先感果？所有的业当中，这个业力最重的先感果。如果有两个业呢，他们业力一样重的时候呢，好，那哪一个业最靠近这一生死前的时候，那他下一生先感果。如果说两个业呢，一样重又一样近。这时候怎么办呢？那哪一个业平常串习重复比较多次的，那这个业下一生先感果，这个就是业感果的道理啊。那其实下一生什么业先感果是重尽串习的道理。实际上呢，下一刹那、下一小时啊，你上完课之后下课的时候，什么业先感果，它的原理还是重尽串习的顺序哈。那如果说你造的一个业叫宪法受。这一生就感果，就代表它是一个很重很重的业力，它不用等到下一生，这一生它就因缘具足，条件成熟，好，阳光、空气、水全部俱全，这一生就果就出来了，这叫宪法受。那像细者菩萨，他们35位初夜行者，好，那透过本师释迦牟尼佛开示35我忏的忏悔法，然后他们马上修，就马上忏除所有的罪业，忏除所有的堕罪，而且这个。登上初地呢，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宪法受的条件哈。那因为宪法受很重要哈，我再把那个概念再说一次啊。那个就是在我们刚讲《普利道次第广论》的139页哈。好，我们讲说宪法受呢，这一生造业，这一生就感果，八个条件哈。造善业的有四个，造恶业的有四个哈。那上次我是简单的说一下，我这次就念那个广论的原文哈，再帮大家解释一次哈。139页第二行最下面哈，本地分说此复有八，就瑜伽师地论的本地分里边就有介绍这八个宪法受的条件哈。若由增上故恋意乐，故恋其身财物诸有，造作不善于宪法受哈。你特别贪着自己的身体啊，自己的现世的财物啊，然后为了这个贪着，你去造作这种十恶业哈，那这个业力会变得很重。重到有可能这一生宪法就感果好，那反过来讲呢，若由增上不顾意乐，不顾彼等，作诸善法，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特别不贪着自己的身，特别不贪着自己的现世的财物，而去造作善法，好，那这个也会宪法受，啊，这个也会宪法受。那下面有讲说，如是若于诸有情所增上损恼。
增上慈悲，这里边又讲了两个条件，就是你对一切有情呢，你特别怀着想伤害一切有情的心，好，而造作的恶业，好，那这个是宪法受。那你特别怀着对一切有情慈悲这样的动机而去造作的善业呢，也是宪法受，也是宪法受。好，所以其实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细节都是我们平常要注意的，平常要注意的。好，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一个现在大家学佛算是个修行人吧，如果一个没有修行的人，平常他随着自己的习性还是随着这个大环境的影响，那他自然而然他就对他自己的身体啊，对他自己的现世的利益啊，财务起了很大的贪着，人家稍微妨碍一点稍微障碍一点，他就起很大的嗔心想要伤害对方。事实上要注意，这个可能就是宪法受的恶业这样。那有的人可能会特别愤世嫉俗啊，好，乃至于对整个社会对整个人类怀着一种嗔心想要伤害所有的人类，甚至所有的众生。其实这样的意乐在这样的意乐的情况之下，你好像只做了一个小动作，恶业的小动作，事实上这个业，因为我们说造业，意乐是主体嘛，这可能会是宪法受。但反过来讲常常学习佛菩萨长养对一切有情的这种慈悲心是为了利益一切有情而做的善业呢，那这个也有机会会宪法受的。所以以前呢，我看过师父上人下场老和尚，我也看过真如老师，他们以前都有这样子的心意就是偶尔他们有的时候他们视线生病了身心上面会有这个不少的痛苦但他们也常常会这样发愿，就是说希望借由现在这样子的受苦呢，能够也同时帮一切众生荷担他们的痛苦。好，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因为是对一切的友情，一切的众生的慈悲的这种心态呢，好，所以他造的善业呢会很容易宪法受。他后面又讲说，又于三宝尊重等所增上正害，及于此所增上净信圣解意乐，这也很重要。好，就是说对于师长啊，佛法僧三宝啊，你特别怀着想伤害他们的心造作的这个恶业会宪法受，会宪法受。我以前也听这个真如老师说，他的一位师长讲过这样的公案，就在更早之前这个比较动乱的时候呢，好，那有的人就这个去毁坏佛像，毁坏佛像，好，那好像是用铲子把这个佛像的头啊，把圣像的头把它铲断吧，就后来那个人得的果报也是宪法受。好，就后来几年之后就是脖子上生一种病，很可怕的病那到最后死之前你那个脖子也烂得头差不多快断掉这样。好，这个是真如老师讲他的师长说过的一种对于三宝啊，好，怀的那种特别损害心造的恶业就是有这种宪法受的这种果报。那但是同样道理，你对师长啊，对三宝啊，你特别怀的很强的亲近的信心，好，你怀的很强的这种亲近的信心呢，你这样子造作的善业，好，那也会宪法受。其实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一个关键。因为很多人，比如说很多人读那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好，那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都说念彼观音力这个刀寻断断坏，就是说你很认真的持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的时候呢，靠着观世音菩萨威神之力就算有坏人想要拿刀伤害你的时候呢，好，那个刀子都会自动一段一段的坏掉或者有人被抓起来被关在监牢里呢，至于这个手脚都被上锁了这样，好，念彼观音力呢，这个丑懈的这些枷锁都可以自己解开这样。好，那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我有时候碰到困难我念观世音菩萨没有马上解决其实不是说普门品写的不对，佛陀说的普门品不可能讲的不对的，是到底我们对于师长三宝好有没有这边讲的那种增上净信圣解意乐。增上净信圣解意乐简单的解释就是我刚刚讲的那种很纯粹的很强的这种很亲近的这种信心，好，这个时候你造作善业呢，那就容易宪法受。所以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边他说刀寻断断坏是真的会刀寻断断坏，但是我们要把我们的信心慢慢修得越来越高，你就可以体会这个事情。好，其实般若经里面有讲，般若经有讲说这个一个人很认真的读诵受持般若经的时候呢，他真的去到了一些麻烦，
啊，去到了这个官府里边呢，因为他很认真的读诵受持般若经的功德呢。好，那其实国王啊、大臣啊、官员啊也不会为难他，乃至于说会非常礼敬他、礼遇他都有很有可能。那我觉得我们的僧团法师我听过的，好，我经历过的，我就看到有一些人真的是这样。好，那个真的会有这种效果，所以这边这个增上净心胜者亦乐啊，就对师长佛菩萨这种特别强的纯净的信心。那透过我们平常的学习，慢慢把它提升跟增长。提升信心的方式就是多去听闻师长佛菩萨三宝的功德，好，然后常常放在脑子里去思维。哦，久了之后，你的信心会增长。然后你在很认真的碰到任何事情，你在很认真的祈求，你会从你祈求的体验当中，你慢慢体会到这一点，那就会完全不一样哈。那他第7个跟第八个条件就是说，幼于父母尊重。等恩照之所由，增上品库被报恩所有益乐所作不善于宪法受，若增上报恩益乐所作善法于宪法受，意思就是说，对师长啊、父母这些对我们恩很重的对象，而且他们也是很强大的福田门哈。那如果你特别忘恩负义造的恶业，啊，会宪法受。所以这个中国民间流传有很多这种真实的公案，那个不孝子哈，就真的是天打雷劈啊，这一生就宪法受。啊，就会是这样一种状况哈。那但是反过来讲，你对师长三宝，你有一种特别想要报恩的这种意乐，去造作的善业呢，那这个业力也是很重，那会有机会宪法受的，会有机会宪法受的。所以这里面讲的就是怎么样帮助我们造作那个很重的善业的方法。那大家把这个要领慢慢把握好。哦，学广论的同学比较幸运哈，因为你透过从前面的次第一路学到这里的时候呢，如果你把那个怎么造重业的要领去把握好之后呢，事实上，哦，我觉得说这个是有机会，好，宪法受的。好，那我之前我还自己亲自听过有一个海外的学广论的同学，哦，他亲自跟我讲他这个。公案就是这样，他后来那时候他检查癌症，好像记得是到末期了。他那个时候也因为这个冲击呢，他心里有一个这个很强大的反省吧。他会觉得说啊，得到这个珍贵的人生，啊，居然没有好好休息，那现在这个就病成这个样子，生命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后来呢，他就来到这个我们这个福智僧团的这个湖山精舍，湖山僧团哈，那。很认真的在这个师父上人下常老和尚的这个舍利塔面前呢，很认真的祈求，很认真的发愿，他就觉得说他也很后悔以前没有好好把握这个人生去好好的修行，那他就很希望说，哎，这个病能够好，那好了之后，他很发愿说，他很希望把他能够挽留下来的生命，很认真的造善业，很认真的好好为了利益众生而修行，这样，他很认真、很殷重的发愿。也很特别哦，他发愿完了之后，他后来也碰到一个很好的医生，然后他的那个癌指数就很清楚的下降，很清楚的下降。他跟我讲的时候，已经那个癌指数已经降到很低了。这样，好，那这是我们刚讲，你对于师长三宝哈那种增上净心胜解意乐造的善业，忏悔也是一种善业哈，那是有机会宪法受的哈。